去交真的呀？去交真。你去爬楼梯的那个。对呀、啊，爬楼梯。哦，爬到什么时候？还有弄楼梯、啊欸。真的有点啊，上脚上梯。脚稍微有点抖，对啊，真的有点抖，痒痒。会啊，不要看底下。好漂亮的风景。哇，看下面。那边内的啊。哦，它的钢丝很大哦。这样就上来十几分钟。哥哥不会吧？不会啊，我之前做过了。哎呦！三天了，我现在跟大家没那么快的，怎么快？哎呦，不要跑过来！哦，这边，哎呦，不要跑过来！对，这边这边那个，哎呦，我怕的，有点害怕。哦，但是啊，你要看窗户那边的比较好看，风景最好看。风景好漂亮啊！在日月潭吗？对呀、啊。就一座山，一座山过来啊、哦。嗯，两座，哎、欸，这样。一座还两座？他说要翻两座啊。日月潭，那对面、嗯、对面那一座也算了。嗯，就那一座也算了。哎、欸，把我衣服拿着，不要掉下去了。有人冒冷汗了。掉下来就是像做那个一样的飞碟啊。飞碟。它就停下来了吗？这边看没怎么，往那边看。难得在那个，啊，我在那好方便哦。我给他。没有错。这是有风采，没有阴功。风啊！前就是跟经理他们一起去的。对啊，对啊。那个是什么东西？去坐船啊。就是这里啊。哦，对。没有，那这里有打开，这个有气管打开，有很大，那工程好大，啊，那我们就再抽下来就好。还要抽拿号码牌排队吧。对啊，没有过去那边还要找那个七的那个拿号码牌。真的。坐回来要拿。对。不然我们就不要坐，用散步的走回去就出来。哈哈哈。你够慢改。哈哈哈。坐到下午四点刚好。有些不会用。等一下你就走那步道过来就好了，就没有了。应该可以哦。走这个步道，走这个步道。你看都有嘛，有步道嘛。有步道。对，确实。风景又比较漂亮。有步道呢，真的呢，有步道。有步道啊。全部都有。我过来去平北两个，隔日才叫。坐这个十五分钟吧。坐这个坐多久？坐这个试试看啊。
做这个做一做，地震的话就吓死。地震，地震应该这个感觉不会影响，它在动。除非刚好在柱子那边在摇的时候不会影响到。但它在现在在走上面有摇，蛮多的。车子现在。